This group have people.受不了你了，才受不了你！你滚吧你！你才滚吧你！你滚啊！这我家，我跟你讲。哦，你家很了不起、啊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现在东西都我的。好啊，那你的东西全部搬走。好啊，我回来自己给我搬走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我回来之前你要给我搬走。不会客气，不会跟你客气。哇靠！也搬得太干净了吧？家嘞，也搬走了。哎，尼克。哎，尼克，你怎么在这边？不是我刚刚是想说，就是进来，然后我没有什么意思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是 gay， 有用吗？就是可能你会比较舒服。滚，滚啊！我应该先敲门的啦。哎，不对，应该要先。尼克，我刚刚是想说，我这。真的应该跟你说声道歉，没有用。那我要怎么样可以？很简单，你让我看就好了。哎呦，这不就扯了？是有蹊跷哦。抓到啊！你干什么东西？打肿脸充胖子？你有本事自己赚啊！拿别人的东西炫耀？你做人能不能有一点志气？你这边给我好好反省，我不会再让你拿了。你们有缴钱吗？啊，真的是齁，气死！妈的，我要改 WiFi 密码。嘿，房东好，房东好。哎呀，住得还习惯吗？很棒，超舒服的。好，那你们不要太吵哦，我很浅眠的，容易睡不着。啊，房东，你在楼上会觉得很吵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提醒你们而已啦，提醒一下啦。啊，顺便提醒你，我之前房子有一些设定啊，你不要乱改呢。像什么，像是水啊、电啊、那电视啊，像什么大门密码啊、那 WiFi 密码、啊、那些改了就回不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哦，好，原来是你。切记哦，这不能乱改哦，哦，千万不要乱改啊 ！WiFi 密码记得给我改回来哈、哦。好，那就这样了。好好，我来的是一楼。喂，尼克，快点！黑角龙在附近，快点！尼克，什么？黑角龙在附近，快点啊！你自己去说啊，我想睡觉了。睡什么觉啦？快，快点！我想睡觉了。黑角龙啦！我想睡觉了，拜托。我的黑角龙，快点啦！我要睡觉，不行啊！黑角龙啦！我知道，我找，我去抓。哦，这快点啦！好了，快点啦！你说什么龙？黑角龙啦！好。天哪！你后面这个要拆了吧？这么久了啊？不是啊，我以为你们要拆呢。我想说怎么留这么久了都还不拆？我们布置的呢？啊，我们还要拆？哦，好啦，布置已经算是很费劲了。好了，来拆。然后跟你们说哈，你们怕这气球崩，我们可以这样戳前面，这样一小这样咻这样。啊，像我比较不怕，我就直接这样戳就破掉。今天我跟你说哈，这个生日是我今生办过最盛大、最 crazy 的一场。哎，真的，我们以后都这样办，超棒！要不是我隔天确诊，不然一切就完美了。你确诊？可是我们都还没有确诊过哎。放心，我知道，隔天就回家住啦。哦，回家住，那就没事啊，吓死我！你，这个气球是我吹的啊。那就出事了。
喉咙好像有点痒哈。哎，你们 Tony 的团员呢？我们叫 Tonic， 我的团员就在自己家。怎么可能？团体一定都住在一起的、啊。不会啦，他们都有自己生活嘛。怎么可能？我相信团员们一定都住一起的。我来找找看，干嘛？怎么也啊？团员呢？哎，正常来说，第一次到别人家就翻山倒柜就不礼貌啊。嘿，你们那首新歌很好听的。我们歌好听就是当然了，你在我家干嘛啦？我找你团员啦、啊。全部在这里啦，他们在自己家啦。哈，抓到！你还说你团员不在这？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还等你怎么样？执嘢咯。你在我家执什么？你们两个在干什么、啊？所以是不是嘛？你们是不是团员们就是会住在一起嘛？不是啦，你来干嘛？知道、啊、是不是还有其他人？我来。没可能啦，没有啦，不要再小龟。抓到、是不是抓到了？我是不是抓到了？我不是陈曦嘞，陈曦，你在干嘛？你在我家啊！没抓到，抓到陈曦怎么样？我林勇，我林勇呀！怎样？你在这边是要当忍者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在做乜嘢呀？打烧咯，打乜嘢烧啊？打懵咯，所以懵就打蟑螂咯。你们最近巡回吗？住在一起很合理的，我没说错吧？没错，没错，对啊。谁呀？啊，你的团员呢？他们住自己家，没可能啊，没可能，一定一起住的嘛，团员没有啦，不可能啊，他们有各自的，没有，我去找，我去找，不要这样啊，真的没有啊，一定有的，一定有啊，真的没有，一定有啦，拜托，真的没有啊，你出来。正常来说，第一次来人家家就翻箱倒柜是有点不礼貌啊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问为什么停更的原因了。哎，没关系，你是尼克，对，我们只有图尼克，你加入我们就是图尼克。哦，可以啊，那就让我加入啦。加入了，缺不缺三角铁啊？想板啊？那个缺。对，来来来，再聊，我们先喝酒好不好？先喝一杯，来来来，一杯酒吧，欢迎，太好了。小公，你不觉得我们冰箱的食物越来越少？我也觉得耶，都是这样啊。干嘛？我也觉得变少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帅芊芊，今天我们要来吃这个，来个晚安的聊天吃播哦。你看这个啦，拍谁？我在录影呐。哦，录影，拍谁？对啊。你看这个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冷冻鸡排越来越少？我的下排一直不见。是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大胃王嘞！这我买的。下来一点，好，来下来一点。可以，差不多。好，要固定哦，我先固定，不要动。有必要吗？没有啦，就想说那个冰箱东西一直不见，装一下才知道。对啊，是不是那种老鼠啊？对啊，爱偷吃东西的老鼠。乖。这个好不好？充电。这不是我的零食吗？这不是我买的吗？冰箱装监视器啊，结果吃的都是我的零食。Angie Chun， 宝贝，今天你生日，我要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。我知道你很兴奋，你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宝贝，不要太兴奋，我们有一个晚上。干嘛？不要我！哇，这么刺激啊！你
要放喽，要放喽。哎，我那边又跳电了，是不是你打电动电负荷太高？不怪我干嘛？哎，我是正常输出哎。不是，你打电动打一整天，跟你住在一起，真的是很倒霉，真的很倒霉。哎，是你们邀我来的，哇塞，邀我来之前就应该知道我的个性啊。吼，不是你年纪最小，不是应该？应该要保我吧？我说的没错吧？啊，现在是怎样啊？给我这么大压力是怎样啊？我的 sub 了呀，人呢？Sub 嘞啦 ，Sub， 他找你啊！哎，我的 Sub 嘞，恶心死了你们两个！啊，找我干嘛？哦，找我在干嘛啦？哦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哦，有没有搞错啊？都我在吸耶！哦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不碰那些东西。哦，放了啦，放了啦！烂死了，一天到晚跳电。哎哎哎，等等，团很重要哦，我数到三开大哦。一、二、三，喂，怎样啦？干嘛？叫什么叫啊？我出门了。哎，出门了。对啊。拜拜拜拜拜。丢。哎，怎么回来了？我忘记拿东西。哦，跟忘记拿东西真的是很麻烦、很困扰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困扰。哦，对，还要楼梯还要走上走下的。好，我走了，拜拜。赶快去看，拜拜拜拜。这是真的一定要。啊，啊，又怎么啦？哦，我又一个东西忘记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很困扰哎，东西一直忘了拿，一直这样上上下下的，超麻烦的。要拿这个，要拿这个，一直来来回回抓着，我的水超级麻烦的，超麻烦的，真的。超级麻烦的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我真的是要不行了，我真是要有梗。啊，哎哎，这次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决定等一下再出门了。哎，等一下出门啊？怎么会？外面现在太热了。我晚点再出门。哎，那长，你大概多久后出门啊？有个时间点啊？十五分钟吧。好，好，就十五分钟，我就帮你设闹钟，十五分钟后我提醒你。好，十五分钟，对不对？嗯，不会再多了哈。不会。啊，展龙啊，时间到了，十五分钟了，你有要出门吗？哦，好，来来来。来来谢谢。哎，拜拜。哎，路上小心哦，路上小心。拜拜拜拜。啊，我这次一定要双管齐下，我。哎呦，超麻烦的！这怎么啦？怎么啦？超麻烦的！哎，一直改来改去，时间改来改去，我直接跟朋友约在家里了。哦，约家里哦，真的。一直改来改去的，哦、改来改去真的是很困扰哎，我的天哪！哇！我这是一个人，我包这个卫生纸。哎，抱歉，我朋友肚子痛，我去喝仙草茶。哦。都是这种，哎，好好吃，很像人生，像韩剧里面。别乱讲，我好想吃哦。今天没心情听你说什么，因为这个很好吃啊。他们这四款是不是都是刚好明年最新的？嘿嘿，这台语新品，真的假的？